各位侨胞朋友好，在现代数位资讯发达的环境中，资安防护与个资保护是侨委会爱侨卡升级的核心重点。马上申请，不但享有消费优惠，也为您的资料提供更安全的保护。只要您是旅居海外的中华民国国民，或认同中华民国、支持台湾的海外华人与国际友人，都可以申请全新的爱侨卡。全新的爱侨卡有三大特色：第一，它是侨胞在侨委会的联系卡；第二，它是侨胞在全球的优惠卡；第三，它是启动未来侨委会精准服务的金钥。持卡人除了享有各种优惠折扣外，未来还能安全又迅速的报名各项侨务活动，并且接收及时又贴心的服务讯息。特别是医疗服务，持卡人可享有自费健检及新冠肺炎自费筛检快速取件专案价。为迎接双十国庆，许多特约商店都有推出限时优惠专案哦。还有，国庆期间到侨委会完成报到，并且申办爱侨卡，都能拿到精美小礼品哟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朋友们快来申请专属您的爱侨卡，一起爱台湾吧！